大家好，我是小静，然后是这两天不是我娜娜挺爱吃上饺子了，但是霍尔奇的饺子实在是太贵了，就是一份68人民币，总共就16个。然后我昨天呢就买了点饺子皮，想着今天就和一个韭菜馅儿，然后是自己包点馅儿，这样省事儿。结果买的饺子皮儿啊，给你们看看啊，这么大，然后还超级硬。硬也就算了，他那个刚才用他这个饺子包了一下，是跟那个口捏不紧，捏不紧也就算了。然后他那个超级大，就是六个饺子刚好一整盘。最后想着是自己和点面擀吧，结果发现没有擀面杖。最后呢就是拿到这个啤酒瓶了，因为之前不是跟我有一年是去泰国度假的时候，带上我爸妈吧，我老公还有我妹。然后我们在泰国的时候也是大年初一，因为我让他们来的时候捎带一个擀面杖，就害怕买不到，结果呢我妹就是忘了，然后最后怎么办呢，馅儿也擀好了，什么也弄好，找不到擀面杖，最后我爸教我们的用这个啤酒盆擀。然后我今天呢也就想试一下这个啤酒瓶这种擀这个面，看看做出来的效果咋样，实在不成功的话，一会儿我老公忙完的话给我老公叫过来。其实我俩是那种在工作上特别能吃苦的，就是一天24小时，如果有真的有工作需要的话，可能能可以连轴转20个小时。但是如果让我们俩就是那个就是做家务的时候，因为我是之前有说我们家不大，为什么我不自己打扫哈？因为我之前是长期用电脑工作嘛，这个腰椎跟颈椎是坏的，就是天天突出，疼的是。就是弯腰这样的话，我现在坐着一会儿，这边这个这块已经疼了。然后人问我为啥那个阿姨这样的话没有换阿姨，主要是因为这个阿姨他们是一大家子，就是这栋楼全都是他家做的，就是安全的话有保证嘛。因为虽然他有一些就是要东西吧，但是小偷小摸的话是不敢，因为他这边如果我们这边丢东西的话，他整栋楼是干不下去了，这点是比较安全的。然后我也咨询过其他华人的，他们就说你以后就是多拒绝几次，以后的话就好了。因为他们土耳其这边那个家政室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可能是干一点时间的话，他会问你要东要西的，他说你学会拒绝就没事了。这个事情也给大家教会大，结果就是现在准备再试用一下。我老公来了。你好，包饺子快点。对，但是你不知道。哦，我不知道啊。你会啊？来，我老公看到这个，我去，你咋这聪明啊？对，怎么？这个看一下，这个呢？哎呦，也可以啊！你看不错，给，看不错，你咋口气味？给我，哇，你不知道，就是这。我不知道呀，你知道？要不要？来，一模一样，托起来，给我，看看。然后，还有，我教你，等一下。妈妈，我要8.8。这个呢？妈妈，我8.8。好，你也来了。你跟你爸，你俩一伙的呀。妈妈，我要8.1。爸爸，小把口吧，看到。不要吃，我给他喝死。这个。那故事的比重哎。不是，阿拉突然白天没吃干不看。看，我老公做的啊，这个适合做煎饺，你看，还弄个叉子，还弄了个花纹，你看，这是我包的，我包的是不是太丑了？哎呀，跟我老公比，我老公好像是更像中国人。哎，骑着 rap 的，别！俺听清楚了，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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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公说：“我教你，来，你跟着我练一下。”教完就走了。哎，这个真的是比这个啤酒瓶太好用，太多了。哎呦，这个真的好改。哎呀，老公这个脑子还是可以的哈。来，哎呀，快一点 ，Come back！ I teach you。
Nah. I teach them on some secret. Nah. Nobody know teach you secret. Nah. I teach it to you and to your followers. Nah. Leave me. 他说我都不教别人，你看我都教你了，还教给看你视频的亲们。啊，他真的做得好好看哦。Also, I teach you how to put the powder. You see? 别啊弟弟。So you must use this one for cameras after be nice. What? 이거비롱의고시다나나그거는그렇게가셔다로간가셔나나아이제가셔정말인지리카미코나만다로그로간도스미코나나하나나나하고이너호이거야아我老公说让我用他那个刀叉那个，然后我说你做刀叉吧，待会儿做个尖角，然后剩下的冻到冰箱里头。哇，这个真的好好用啊，擀两下就好，那个啤酒瓶太难了。哇，事半功倍，真的是可以的。你看这个两下就擀好了。好了好了，我先干活了，待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成果。老公砍不下来了，他说你起开我来吧。然后呢，你不要耍花样了，你赶紧开始做，好好做。哎呦，擀的挺圆的呀，你看这是我包的，好丑呀，这是我老公刚才弄的，他这个给他油煎一下。然后呢，哎呦，来给个特写。妈妈，我没有。你没有啊？你不要弄面了，再弄把被你弄完了。妈妈，你爸爸会给我这个。一会儿爸爸给你。Yes。Yes。我领之后。我老公搞的，这两个应该是我弄的。哎呀，我被一个伊朗人秒杀了，真的是丢我们河南人的脸呐！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你去。别冲，打死他！别冲，打死他！你去去看，你去。老公，看，这是我包的，这是他弄的，然后刚才学他做的，然后他又看不下去了，然后刚忙完，然后又开始来做了。看人家这，看俺这，不过我觉得我这个比他实用是吧？你看馅儿多，皮儿薄，然后呢，虽然丑一点是吧？哎，他那个稍微好看点，不实用，这没法煮，这顶多也就煎一个水饺了。好认真，好严肃呀。来个特写，你看他的是不是馅太少了，中看不中用。好了，我们把这几个去先煎一下。啊，看我那个煎的，一会儿看看谁包的好看。出锅了，煎饺，你看这是中间是我包的，外边一圈是我老公的，你们自己说是谁赢了，别护犊子啊，你们就说中医大赛谁赢了，你们自己说吧，我不多说。宝贝，宝儿呢，快点吃饺子了。我啥都不说，你们自己定夺啊。中医大赛，谁赢了？拍着摸着良心说啊！啊！不说，我们开吃了，太好吃了，这个饺子。